主料，方便面200克，饭菜200克，辅料，开水，油，葱，鸡蛋一个。香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把饭菜切好，切好葱和姜，锅中入油，加入葱和姜炸香，把包菜倒入锅中炒一炒，拿出方便面，包菜中加入开水，放入面和面中的调料，把鸡蛋搅拌均匀，等面烂了，放入鸡蛋出锅。烹饪技巧，鸡蛋要淋入锅中，这样鸡蛋熟得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